这样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特别是这次中秋连假我没有回家跟家人团聚，但是能够跟这么多的好朋友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胞们一起来迎接日出以及观看这个升旗典礼，我内心是感到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今年2023年最难忘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这个场面真的很盛大，然后还有那个和平鸽飞起来的画面，我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心灵真的是有被感染到。我来这里也遇到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也遇到了很多感觉很合得来的人。首先我感受到特别的震撼，因为熬了一个大夜然后过来看这个升旗式，然后站在这个观礼台上面，然后当和平鸽出来那一刻，真的全身起鸡皮疙瘩，特别的震撼，特别的值得。